Hello YouTube， 我是 Connect One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又嚟玩 Brodon 啊！我呢啲玩 Brodon 咧，因为姐姐有新推出咗一个 APK 快好。咁我哋开始之前同你哋讲一讲啦。有一个我哋会喺两个 channel 度发放呢段影片，你哋唔好话侵权。最后呢就是我自己的 channel， 有一个呢就是我跟同学夹埋一起的 channel。 事不宜迟开始啦， complete 是啊，都有 extra more passengers， 那我们熄了它啦。我的力的力，其实呢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这个三色就多了一个 card， 即是是你八达通那些啦，是啊。那我们都有主要玩什么呢？当然不是玩平时那些。我们用这个 MIU 啦 ,MIU。跟住呢我们不是玩这些正常的 Map， 我们就玩一个新的 BLT Evaluator。我们事不宜迟开始啦。好啦，咁样开始啦，系啦。咁大家睇下个 map 啦。嗰边系个出口啦，呢门就见到。呢个 test map， 跟住两边嘅食物。咁我哋都系一样嘅规则，咁我哋咧就有特别事先生细声啦，嚟讲嘢啦，系啦。如果冇嘅话就唔使理啦 ，OK。咁我哋事不宜迟开始啦，咁细心观赏啦，系啦，小心观赏。咁我哋系要开车啦。声，所以唔好以为有啲咩问题。
待客之前呢，我哋话话俾你听一样嘢先。嗱，呢个新嘅 A P K 里面更新咗多样嘢啦，除咗头先讲嘅嘢，就系咧，我一开门，佢就上车，我都即刻闩翻。佢哋系唔会设住喺车门嗰度咧，好似之前咁样喺度自转嘅，佢哋系会停低嘅。我落咗下先。譬如咧，有啲人会望住我个车，我就放慢，跟住开咗门，佢哋过嚟，我即刻闩翻。佢哋系唔会继续跟住过嚟，系会自己停嘅。呢、这个我做得好呢、这个点，系啦，咁我上车。车去。系啦，就系咁啦，咁我哋继续观赏啦吓，小心观赏。
繼續去咧，係會某一個路段度跌。話俾大家聽啦，頭先嗰個斷仔，你可以向走啦，或者繼續行嘅。去行咧就會有跌落街嘅風險啦，所以要加倍小心啦。乘客，请准。前面就是我所講的跌落街位了。落車各位，
長耐。落車喂。你舊時幾時先落車？去一個客，兩個，三個，四個。今日呢邊俾佢落啊，點啊？好快啲落啊！唉，唔好理我哋開咗門俾你落先。好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嘅影片就到差唔多啦。咁咧，大家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comment， 我咩做得唔好嘅，记住话俾我哋听。我哋就会尽量去改善啦。讲多次，呢、這个我喺两个 channel 度 upload 嘅，你哋唔好话侵权啊。系啦，咁啊，如果你中意嘅，俾个 like、subscribe 啊，记住 comment， 同埋你哋想玩咩 game 啊？我而家可以仲可以拍纤禅嘅，纤禅都有啲香港地图。如果你哋想我继续玩 Flotton 或者纤禅嘅话，你喺下低有咩 game 想我玩，都系喺下低留言啦。咁我啲同学暂时未出啦，所以暂时全部都系鱼啫，暂时先。唉，啦，你哋班友仔几时先嚟我车啫？好啦，咁我唯有违规做一样嘢。What？ 帮我睇 engine 你引走，系走咩小姐？
Yeah.